两个亿肯定够呛了，那两个亿，那我也不是罗老师，两个亿对于我来说费点劲。全军出击！要两个亿的话，可能俺们这些头部、最头部的人，可能都得想一想，可能得想一想。当然不会有两个亿的，你死了掉心吧，别在这扯犊子了。我送你的不是死亡，一段 Q， 我带来的是万二段 Q。 你这小子，你不吃兵是吧？啊，我扎一刀平 A，我吃经验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我吃经验，你吃不吃？三段 Q， 他少了三个兵的经验，好像。居然经验都不吃啊 ！Q 一连。二段 Q， 我们继续不让他吃经验啊！三段 Q， 扎一刀，挖下去。不要一小兵啊，最好是别一。来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扎一刀，三段 Q， 咱不打了，不要 Q 三，打不死。一 W 的二连。耗他的血，他还有一瓶药啊，而且他没有带启迪，他回血不会回得很快的。 Q 一连，现在打野来我就双杀。第三的 Q 不用了，这波塔下我们必须得杀他，这么大一波兵不可能让他知道。来，一段 Q 链住，二段 Q， Q E 扎闪现走，吃个药，死了就死了，没死是最好的，知道吗？这一波兵不可能让他吃到。等死，在这等死，最好是别给这个那个木魂人助攻，知道吧？只能等死，没办法，我们走不了了。我将用鲜血。收一波线儿，我回来还能收一波线儿，舒服了。哎，我是 Q 一段，二段 Q 一。链住，扎一刀，平 A， 平 A 一出来，平 A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插眼三段 Q， 扎一刀，一过来平 A， 再 A， 别抢人头，想抢人头。
我操！一段扣链住，二段扣，吃个塔皮，谁来了？这木魂人不会连炮车都不吃吧？没事啊，问题不大，不就几个小鬼儿吗？我们有六级呢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，扎一，你挺烦人呐，我这一看呢，你是挺烦人呐。他怎么会升到六级了呢？他没有鞋啊，这波应该可以。好，开大招，来一 W 二连，一段 Q， 二段 Q 点炎。亮牌凝配吗？一块扎克的英雄啊，没啥伤害，我们一打二问题应该不大。一段 Q 扎一刀，二段 Q 一，先把他小鬼给他打了。拿走你想要的东西，招媳妇了，打不过叫人啊。和谐战斧，扣一连，二段扣，你就吸我啊！我指定哪天把你杀了，你看着呢。扎克应该没来，看看能不能把他媳妇儿给他打死。这一波可不行，开大招，这么远啊，这么远，这个扣为什么扣的这么远？这么长，我天哪！整整一个武器的距离啊！就他一个吉他的距离，你知道吗？他吉他这么长，我们就在这里，他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他啪一个拍给我拍着了，我们这么远。我离他就正好一个吉他的距离。上波他交闪了，哎，
这不行，刚才这不耗血，稍微有点瑕疵啊，瑕疵有点大。二段 QE， 三段 Q 链，哎一下两下一走，谁又来了？卡特又来了？没来呀、啊、我不推了，他四十刀，我看你接下来怎么玩啊。他敢上来扔 E， 我就要他死。Q E 连链住，扎一刀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铁刺鞭，平 A 一下。我们应该不用交闪现，也不用交点烟。我没有闪现。希望扎克不要来这一波。来了个什么玩意儿了？那是辅助上来了，直接回家。这个位置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不明白你干嘛来了。啊，我根本不明白你干嘛来了。走呗。哎呀！真恶心。给我守一下塔，快点的，塔没了，一会儿没了，快去守塔。他们找的就是你。打死了，可以。那我们拆两层塔皮。塔皮也没了，这把对面 AP 伤害挺多的。我们可以十五九斗蛇配一个振奋或者是影魔刀，都可以。我要去杀人了，兄弟！这中单塞拉斯怎么老那啥呀，老点信号吧。 Q 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可血战斧链住，一段 Q 开大招，二段 Q 扎一刀， Q 一连点烟闪现平 A， 再 A 一下亮牌，我的炮车，你补不着，能不能让我补？上高地，再上 Q 一段链住，扎一刀，二段 Q， 三段 Q 和血战斧 ，A E 套点烟，哎，我点烟呢？给我杀 ！Q
Q 一段扎一刀，二段 Q 不能打了，一走。你不会想直接一我吧？一段 Q 链住，二段 Q 扎一刀，三段 Q 咳血战。哎，有点意思，这卡特出个小破海妖要杀我。拉克斯是吧？拉克斯。我们把这木魂银双 buff 给他拿了，先吃个药。来，一段 Q 开大招，二段 Q 一连扎住，咳血战斧。行了，下去来，我们可以一段 Q。二段 Q 扎一刀 ，Q 一连平 A， 咳血战斧，一过来，扎一刀，一段 Q 一链住，二段 Q 平 A， 三段 Q 咳血战斧，我一走，蓝电焊。蓝脸汉太装杯了，蓝脸汉这波你都敢装杯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来，蓝脸汉，喜欢装是吧？啊，喜欢装。双 buff 没了吧？嗯，扎克出的什么玩意儿？收割者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大招开起来，平 A 咳血战斧 ，Q 一连，二段 Q， 我们扛一下塔 ，Q 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为什么没人敢上啊？这，Q 一段 ，Q 二段。Q 三段，扎一刀，平 A 咳血战斧一走，这扎克没死啊？哎，这扎克怎么还有一个粑粑呢？这个我没看见啊！我决定打个小龙。打了半天一个没打死，别的不说了，我这两个装备出来以后，我就希望他们能四个人过来抓我，别的我都不说了，我就希望挨抓。先打个红的，假装去打红，扫描一下。来，链住一段 Q， 别急啊，这个眼儿不拆，在这等啊。一段 Q 扎一刀，二段 Q 开大招，三段 Q 一打断平 A 咳血战斧再 A， 一过来一段 Q 扎一下，二段 Q 链住 Q 三段平 A 再 A 一下一走，给我回血，把红打了。
无敌了。个粑粑人儿。扎一刀一闪，这么疼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虚区 ？Oh my god！ 海妖破败。有点厉害，你管大的，好抠，你俩要打不死他，你俩就别玩了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说这卡特如果出海妖破败，那他到底是物理伤害还是魔法伤害？他的大招到底是什么伤害？哎呀，特效伤害，什么特效伤害？我说他大招是物理伤害，是魔法伤害。木魂人咋的了？木魂人。这长时间没找没找的木魂人，木魂人起飞了。中路咱先不去了啊。折血战斧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一连扎一刀平 A。套点盐一段 Q， 二段 Q E A 一下，折血战斧链回来。干嘛？啊！为什么那个链没中啊？嗨呀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情况可不太对呀。不早点上点盐，早点上点盐跟晚点上点盐有什么区别？点盐都没了，那他能跑，我套什么点盐呢？不行，我再得找他一波。好小子，好小子，算了，我们先过来拿一波龙啊。先过来搞一波龙 ，ADC 应该是没了，哎，别着急，我来了。Q 一连链住二开 R 二段 Q 三段 Q 可血战斧平 A 再 A 一下我起飞了，来一段 Q 二段 Q E 扎一刀三段 Q 平 A， 来。杀这个扎克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好段三段 Q， 跟我打大龙来，跟我来，来，我们把大龙打了。河道果然有加成，我们同样的位置，
你不说我都没发现。没事，这龙肯定是我们的了。可以干，我到了。来开大招，一段 QE 扎一刀，二段 QE 连链住，先杀一个我就起飞。来一段 Q 打断卡特大，二段 Q 扎一刀，三段 QE 隔血战斧平 A， 死光了。一 W 的二连，一段 Q 二段 QE 链，三段 Q 平 A 隔血战斧致命点炎 AE， 一段 Q 扎一刀，二段 Q 三段 Q， 我这有魔抗的兄弟，而且我这大九刀。拿下了，回家出装备。我是想要个死亡之舞来着，大影魔刀要不要来一个？这把算了，我要个黑切吧。要什么影魔刀？要个黑切，把自己的减息地给他搞得高一点。现在我们是44%的冷却缩减。要这玩意儿没用啊，那算了吧。既然没有人要，我们回家准备来一波1v5。兄弟们给个舞台，给个舞台 1v5。 我现在是100的冷却，就是这个技能级数啊，我100的技能级数，我 Q 一下3秒钟，给个舞台来。你怎么不给舞台？一段 Q 开大招，二段 QQ 闪扎一刀，可血战斧一过来链住平 A， 一段 Q 先杀拉克斯，二段 QQ 一连给我扎回来了，平 A 一过来，一段 Q 可血战斧，二段 Q 三段 Q 链住扎一刀，一一下平 A， 一段 Q 二段 Q A 一下，三段 Q 一过来平 A 平 A 链住，一段 Q 二段 QE 扎一刀，可血战斧一过来，你跟我跑啊，你跟我跑，你跑得过我？我杀你媳妇儿！你给我死！你怎么这么多血？链儿开大招，扎一刀，一段 Q A 一下，二段 Q A 一下，隔血战斧，三段 Q 平 A。再 A 一下一过来，链住一段 Q A 一下 QE 二连平 A， 三段 Q 和血战斧 A E A， 再 A 一下一段 Q 二段 QE 链，我都不掉血。链住点炎，一段 Q 二段 Q。15个人头。